忌廉蚝煲咧，你可以食到蚝嘅鲜味，亦都可以食到咧忌廉嘅香味嘅。咁或者你试下睇下中唔中意，话声俾我听啊！见到嘛？呢个裙边其实就已经系挛挛地啦。咁呢个就已经系达到我嘅要求。咁呢个蚝煲咧？就已經搞掂噶咯噃，因為呢一個咧，我哋話叫做忌廉蚝煲啦，所以你個煲咧最好揀個靚靚地嘅，可以上得到台面嘅，就唔需要倒來倒去啦。好啦，忌廉蚝煲可以上台啦。